方秘书，我部门新招了一个员工，我想让您过目一下。这么隆重，什么人？女的，小姑娘，长得还挺漂亮，要不然她不会这么得意的。确实挺漂亮，我想让您看一眼，也是有原因的。 东篱不是快开盘了吗？我觉得公司的这个广告啊、礼宾呐、啊、这些事儿都用得上他。您是没见过他那个小气质、那身材往那儿一站。哎哎哎哎，咱们这不是影视公司，是房地产公司。漂亮固然也很重要，首先第一印象好嘛。但是这儿更重要。嗯，是是。嗯，漂亮的啊，前两天也有一个长得漂亮的，把我们马师傅给搞的呀，搞来搞去，搞来搞去，最后把马师傅的工作给搞丢了。 这么严重？这个不会的，我看了，这个人是个好姑娘，反正是你的人，你看好了就行，我就不见了。明白。啊，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啊？你怎么还没忙完？回去吧。你刚他们说我是谁了？我大概介绍了一下。哎呀，我们老男人现在对漂亮的小姑娘都有点成见。为什么？ 听说是叶总的那个司机马师傅，前段时间被一个据说是长得还不错的小姑娘给骗了，骗的还挺惨的。谁骗谁说不清楚吧。不，马师傅我们都认识的，老实人。这么简单？什么不简单？你收拾一下，我带你见个客户。我不。嗯。哦。